拉得到的啊。全军出击。直播拿不到，下播还是能拿到的，兄弟。麻烦不断。这个演节目效果没必要插，这个演可以不插的，就是想给你兄弟们插一下节目效果，反正都是要换扫描的。他千劫一级也反不了我的眼，所以说这个眼没真的没什么太大所谓。再打拉 buff 了，他刷野前期是要比我男枪快的，千珏。兄弟，我都这样拼了，咱稍微稳一点吧，就不要想着越塔强杀他，这不可能的，稳一点就好了。对，不死就行了，这一波。我就怕这种名牌刷上去还把他抓死了，那就真的太伤了。黄生亮，这个加料是黄生亮吗？不是吧？这波印记可惜，天选选给他了。等几块钱。卡利能抓呀，漂亮！我可没时间胡闹的。再打小龙，没办法的，这波抓上位置漏了。刚上位置漏了，刚好下路也没线。龙换他三个小眼睛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？赚不赚呢？没走了，那是上路密室。
不能省闪，省闪伤害不够。我操，这他妈好难受啊，家人们！这他妈动的是真的恶心，我操！动的是真的恶心啊！ 这动的是真的恶心，这波是真没办法，兄弟，我们中野这波已经抓他配合很好了，这阿卡丽妈的从上路走下来了。 血钻的节奏现在又不转了，那也是，妈的，死不死？ 死不死？完了，他A10剩6了。 拿到人头，这波很舒服。拿到人头，这波就很亏了呀。瞎眼吧！ 平线。
铁男支援意识也好强，直接从上路走下来，直接巫妖啊！ 一口血下了，这凶他一个，漂亮，上路单杀了，打得好。 扎卡利他妈搞得好难受啊！就啊，有大怂了呀，兄弟，怂了。哎，能打。 漂亮，应该就这样了，没后续，打不起来。漂亮，赶紧一波刀，扎卡利打我太疼了。 闪了吧！铁男被开了，他打得过吗？我觉得他打得过阿卡丽啊。你是谁？你是铁皮啊，兄弟！你是妈数值怪的巅峰。Nice， 好杀，好杀。这是我吗？没大的。 坚决没闪，杀了，漂亮，打得好，小龙控一下。
红 buff 就不去了，红 buff 去的话就有点太嚣张了。正好队友都打得好好，真的都打得好好。铁皮怪这一波应该是，他肯定要吃塔皮。二十八块啊！抢一下中路的针眼，不然双路一直出不去。蛤蟆好像被千珏给反了。该算算旧账了。应该是被反了。哎，反正他就吃了个下颌线。这线都没刷。就和挠痒痒一样。那卡莉呢？放松，火力。我想去追阿卡莉的。哎，阿卡莉死了吗？嗯。我还在想嘛，阿卡丽呢？因为我看他把铁男杀了，然后他又就进草丛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想这往哪跑的？我操他妈！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我这不好像个笨逼啊！我还行，兄弟们，有惊无险。啊，差点他妈像个笨逼！我大招是好的吗？第一时间，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，兄弟们。我大招最开始是不是好的呀？觉得走运吗？
我就是我交完闪现，我发现哎，一看我大刀妈 CD 是算好的，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？我就喜欢我926 MVP 还要被兄弟们喷，哎，没就喜欢这样子。什么了呀，兄弟，直接啊，拿这个千珏就好了。走之前要给你吐口痰。想着用父爱感化一下，不给，你又翻不了，何不成人之美呢？啊，是不是？妈的，吐口痰给你。啊！你对面能翻，我他妈屎都给你拉两斤出来，拉两斤出来，好吧，乐乎的一波不行吧，兄弟们，不要乱。漂亮，打得好。Nice， 谢谢微镜主播。